现在不爱做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有别的，只要年纪大就倚老卖老，没有，就年纪大就本来就是这样，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，你不必要故意要跟我抬杠好不好？不是这个位置是给，就是人家已经让位给你坐了，小孩的。这次不爱坐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有别的。要年纪大就倚老卖老。人家让位给你坐了，就不要再感觉这样。没事，你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礼貌观。